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im。那小帅哥，又称小帅哥。你就是要呛我，没错。他树已经跟天一样高的小帅哥，他树跟天一样高小帅哥。早上的话，当然就是我有一个 session 讲了 Get Five Fast 那个网站的一些数据还有心得。那来的人数不多啦，可能就是因为标题跟那个标题跟摘要没有写得很好嘛，就但不过想投影片就是应该会有一些 impact。对，然后那接下来的话就是Mary 就是 marketing 的 lead， 他不是现在是 engagement team 的 lead 邀请我去做，我不需要脸这么大吧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OK， 就是邀请我去做那个 leaders QA 的 moderator， 那跟他一起问就是线上大家在那个网页上问的问题，那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面对面，就是回答一些问题。那我觉得比较花比较多时间解释的问题是 Boot Together 的定位跟发展，然后还有所谓的 monetization， 就是如何 build 一个平台是能够让 developer 进来能够盈利的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就是包括community identity 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怎么 market 一个 Mozilla 的 idea， 而不是只是 market 一个 browser。 对，那我想 Mozilla 有很多的帮助，像是说它有 art， 或者是它可以提供我们 art， 它希望我们可以contribute 我们的 idea， 那甚至是让我们在一个国家的 idea 能够发展到其他的国家去。对，那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对话的，对，是蛮好玩的。对，那就是这样，然后在台上有点紧张，然后电脑本来有网络按又没有网络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影片会被拍到，我就是拿起来电脑盖下电脑，又把另外一台电脑又放到电脑，然后电脑又很重，就是这样子。刚 Tim 旁边坐的人都是 Wikipedia 上面有人帮他建条目的人哦。好，对啊。Tim， 明天我就帮你去建 Wikipedia， 然后就会被 speed delete。对，应该会被 speed delete。OK， 好，关注度不足。啊，就这样。OK， 我们努力让关注度变够，加油。那应该是我自己要努力吧。对，你要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